天视机头前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宝珍，我是罗万姐。欢迎收看客家节目，由客家节目由安逸两国文化传播公司来制作哈。今日呢，我们来大家来介绍哈，客家的人用词语。安逸呢，带出这个团员啊，当然也要了解啊，世界给客家人的发展生活的情形啊，就是立足台湾。这个我们要向世界来发展来观看哈，而没有世界的一直跟眼光了哈，今天我们老太太的介绍这个客家的影响主题了哈，影响的主题当然就会按客家祖先了带过的微缩哈，回忆的微缩发祥的地方了哈。乡亲好朋友，大家好哈！今下欣赏了好听的歌曲，接下来咧，我哋三马来到福建省龙岩市，咧系武平县，今日我是武夷山脉，你咧武平市第一高峰哈，第一高峰哦，福建两眼山自然保护区，接下来落去看咯，讲解地位度啊，要当到天然来植物，还个当到啊，要莫强壮的东西。啊，树啦，蝴蝶啦，就当作某种人来哦。佮接下去嘞，先欣赏一首歌曲，啊，这样慢慢呐、啊，来台老台子家来介绍嘿。
出的小叶，被天台被害尘，泥浆浴的恩赐，高发的祖先，愿积餐自损的心中。乡亲好朋友，今日欣赏了好听的歌曲啊！接下来我到啥来？是来到了梁野山的山脚下，一下子啊开始来爬山咯、哦，哈、哦！来看啊，那梁野山啊、梁亚山啊、多大山塘，有乜嘅好东西啊？开始接下来啊，我到啥？一步一步行，让老大家来向下来欣赏哦。好，接下来来欣赏好听的歌曲。
勤劳，耐心里有时记就记，三步当作两步走，见到亲哥上面一切事
乡亲好朋友啊，去了就走心哦，我都啥哇，真紧就信哈。不过你阿妹啊，真紧讲起来咧，老人哩推翻来山来讲啊，水母强壮啊，很牛掰。佮青菜看一下是天哪下，当到该菇啊。啊，看，安尼是台湾是讲，诶，当到介条古当种得是，唔过另外个咧，另条古个咧，诶，做得是咯，又风古，韩国咧，又干肉古，诶，韩国又卡拍色来，哈，当然啊，叫啥叫广告哈，从网色来按网啊，色热酱来讲啊，介古是种得是来咯，唔过风古啊，冇强人哦，风古系讲佮光系风来啊。该党委就会封哎，该党大迁咯。讲封固是条党河啊，我今日是看岛外是走外封固，不过根本你看来封固嘞，是真紧天那下生出来嘞。看过来，几多山讲日头芒出来时嘞，佮是细细蕊，啊日头一照是变当大蕊哦，佮是蕊是在组织芒果哦。实在是讲哦，你阿摆来看到满天那也风骨啊，搿是真紧冻起得嘞。韩国看到麦个毛孔中嘞，韩就看到热啵，哈，韩国螳螂，哎，叫啥嘟嘟都该相好诶，是只而穿中接台呀。实在是毛孔中哦，该唔讲个听到讲个螳螂啊，讲穿中接台呀，你阿时间做脱之后嘞，讲诶是冇生命了，该马诶嘞，诶可能啊等佮强之后嘞是会强壮。冇生命，你啊系你啊白上山啊，大部分系最冇强壮嘅地方。好，乡亲好朋友，佮接下来咧，是来欣赏一首好听嘅歌曲哦。
遐咧，安尼伫咧梁野山吼，伫咧东沟岸行下来哈，啊，也行一久的时间咯。我上架了下架，诶，感觉感觉是不太一样。样板冇重要。哎，下架按照按紧调温下哈，紧调温下。哎，上架就用紧出力盘上，下架就唔是买个出力啦，就按脚紧踏板去。我咧上下个还有水的萎缩咧，还挖哦，真少行。好在还有徛起闸诶，徛起闸前头种做拐棍的吼，啊，做堵啊堵的哈。做定义。嘿啊，落水时阵做打开来，你头强大时咩做打开来。所以爬山带几只床闸，以后用哈。嘿啊，真紧啊！佮上次迄看到有沙在迄物个啊，种迄下好诶啦。脚脚哈。哎呀，安下你啊条路呢，从迄以前呢，啊你啊个太平天国吼，石打开。啊，带领那个这个太平天国的义军哈，啊，老第二位行过去，哎呀，你啊你啊，哎，行过千年那个那个故土，啊，非常有价值咯，哎，今每年呢啊，落台保证了哈，从事客家文化工作20多年哈，哎，总算寻到客家祖先行过的路了，哦，你啊，我哋继续行下去哈，客家嘅路啊，最近行到千年哈。亲人行无，买无，买无。好，乡亲好朋友啊，该安尼是紧行下去，该接下来咧，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啊。感情是给青山青。相依。
今天呢，我们总算呢爬过这个古驿道哈，两眼山的古驿道。两眼山的古驿道，你看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牌子，除了摄影什么都不能带走哈。哎呀，除了足迹什么都不能留下啊。是不是呢？请我们局长来解释一下。这就是给我们保护区留下一个比较好的环节，自然的环节，很自然的环节。保护区呢，就是怕你这个摆设污染，所以说进去的人，你除了住居以后，你不要把垃圾留下来，不要把这个垃圾留下来。是，你除了你的摄影，你的里面的那个一草一木，全部都是我们保护的东西，不能带走。除了你可以拍影像拍出来，对，带回去，但是不能把它挖回去，把它带回去啊。对对对。啊，今天呢非常难得了，我们来到。台湾千里迢迢来这边哈，我是台湾的制作人，就是客从何处来的制作人哈，来到这边呢哈，来跟我们局长很难得带局长来见面哈，也爬到在古驿道，从山上这样啊爬上去爬下来哈，现在总算爬下来了哈，总算我们爬过千年的古驿道，好，谢谢局长，哦耶，欢迎你继续再来我们两眼山做客指导，真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！哎，沈梦啊，乡亲好朋友啊，经过今半日来行山咧，半路呀看到了都有草啊，花花草草，看原来是个草。不过啊，经过安尼介下局长个介绍以后咧，全部是个宝哦，唔系药材咧，是个食材哦。哈，好，乡亲好朋友，接下来咧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啊。I'm not
哦，讲到去那位啊，你还有讲啊，去山洞看人啦，盖梯啊，爱种个姜嘛。哎呦，你啦，韩国个村庄是讲什么哟哈？该村庄嘞，哦，佮讲到讲该某个人呐，该爱去看姜嘛，该人当群，受一记去讲当群，结果嘞，因你错差是错加点钟。对啊，在路上哎，你看到种个冬瓜哦，冬苔，冬豆啊，哇，几排，嗯，差。所以讲，安逸感觉去哎客家个神话的主题的猥琐哈，哎，种下还是老安以前哦，对啊，十年的种下琼瑶，哎，三十年前差不多，你都从五至三十年啦。哦，安好。但是个发展吼，像佮咧种下，伊个含有希望呀，一线推发吼，哎，也有许多一枪的木啊，但是说佮个像偏数咧，就是含木兰推发木马枪种，佮个偏数个像个按讲个马桶吼，马枯萎佮到个出出咧放，出咧跳下面，但是推发大部分无用咧，全部用来去转转弯咧，哦，所以含木个味道，特别讲迄个伊上偏数个人咧。他唔习惯，啊，还有几条保留那个种下嘅，像老竹篮种下嘅偏错，啊，竹篮种下种下竹就是竹丝啦，银耳丝全部夹种下，啊，以前细细很有哈，像系做细年嘅时间很有，哦，竹篮顺条，啊，一乌丝嘅，哎呀，咩熊咧，我嘅乌丝啊，得把人会弹，真嘅，看得到嘅丝光虫啊，啊，应该少，你黑幾個位數，你種下係要保養，看你大位數。就講衞生方面嚇，留按台灣的必須的，就講按於台灣各方面，連種下嘅衞生各方面全部都先講究嘅，連偏數都非常嘅講究嚇，所以就係冇同樣嘅位數。但是佢嘅名聲固著啦嚇，像古一道前年的古一道前年的古上啊，能夠古街道啊嚇，都是非常有价值的，非常非常需要哈，叫个政府哈来去维护哈，我加清河庄加个湿的东西哈，清客气哈，当多做了湿的东西哈，许多最好的湿的拿出来最好的酒，也虽然没讲像太饭店啊方面咧，哦，按看到清派掉，但是呢，大方都是客家美食非常的跟米非常客家米，像个五叶啦，哦，豆腐啦，哦，还有一道种的鸡肉啊，大香鸡个咯，大香鸡，也是五平镇的一只特色。哦，五平镇从中山老街，从个成品的古庙哈，庙还没梯牌看到只有张选成品的庙，哦，还有看到个诸葛亮的诸葛亮的庙，哦，也看到石家啊，石家村石家祠堂，口技啦，大旗拔，然后头来用按中旗拔，那中个旗拔就无嘛重要条米啦，哦，看到个村民证给他赏识啦，哈，赏识我哋话条也一进步，最重要阿姨还亲自看到，定观古佛的啊，古佛哈，以前俺在淡水哈，台湾淡水嘛，啊，有间庙哈，给俺那那个岐山寺啊，也啊，给一只庙哈，也是阿姨推就泰州前山都台湾都淡水噶，也去啊，台湾去开始时间，大家客家人就先安天咯，给搭个养香。培育了发展，哦，一只客家人的保护神也是保护一只安天的一只威所，哈，就讲有定光古佛看到，还有看到何仙姑的故乡，何太郎的古墓也看到了，哈，俩拜安爷燕香之礼啊，天公之礼，哈，就非常有价值，哎，真的，哎，还讲客家呢。对了，原乡子弟想要去看看客家的乡镇哈，睇到嘅原乡哎客祖先嘅修身养息的一只地方，也是世界的起点啦。为啥？还有兴趣咧？做咧老安逸两国文化传播公司的联络，安逸天发呢？出第二单啊，南山，谢谢南山，安逸做咧啊，超到
原来来组团，遐种组团，系啊系啊，姜下来撩，伊来去撩，哦，填的原因，也系填的乙方、苏方，啊，也系安尼诶，公众人员，公众人员，系一个欣赏，姜下来去撩撩啊，体会一下，体会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一下个诶，安尼客家庄啊，以前的生活，哦，以前安祖先的个生活的味素哈，尤其也看到安尼诶青岛的组团。哦，诶，底下底界搭美人吼，恁爸呢？阿姨，阿姨想准备讲，阿姨下一集嘅位置，就会双航，双航，双航，双航在哪？阿姨去叫做长汀县，阿姨去个长汀县，客家的首府哈，长汀县，哦，诶，要注意点，另外去咯，武平县，武平县哈，诶，以前呢，当然也有去过连城，连城，连城，连城啊，县哈，你去过嘛？哈，你去隔壁唱歌嘅连城，连城去过嘅哈，诶，也去过两个龙岩寺嘅祖师。啊，都是也隔壁有表演了的哈，哦，诶，出双簧也蛮去过，永定有去过嘞，永定就古永定吐了，啊，诶，体验到的婚礼啊，这个结婚结果啦，啊，实在是很好，这无法都吐着，吐着，嘿，一只体验天，系啦系啦，体验那么安全的摄影师啊，跟小图的紧张一体验呢，啊，真劲哈。骑马的草票哈，一份好省嘞，就免费啦。哎呀，佮伊前十个啊，睇到客家妹，哎，客家妹，哎，做下实际的婚礼，佮伊是听到哇，当好哦。哎呀，夹个面纱节目，一对独生女哦，经典就讲哈，经典就讲哈，佮种个高雄也以后诶，客家的，能够通过上上行啊。这么产那个金矿，哦，每家每户哦都清楚钱了。哦，门上全部金牌雕了呢。因为可以个进口轿车啊，因为给它限制人口嘛，一胎化嘛，所以全部都有钱以来啊。其实金矿一条还蛮开发了，还开发一个，一边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。哦，真个，哎你办过去？哎呀，哎你填过去？哎呀，哎做一体验，哎做一只哎。有钱人，你结亲家啊，真的哦，安尼啊，我今晚结婚咧是做的，系啦，来在做只哦，两岸咧一只交流，文化交流啊，也系讲诶，婚礼嘅交流，交流都做得哈，反正你下诶踢球村嘛哈，系啦，诶，阿姨不要打仗，系啦，哎呀，真的是和平相处，系唔系当好咩？系啊系啊哈，来来往往哈，系啊，只坐飞机当夹啦哈，系啊。头前按，哎，九十分钟，哎，出多个天啊，他们嘞个抽查视察哎，啊，我现在三七点钟出多嘞，到底安咩早晨，到底安咩，早晨有啲台湾出发，到底安咩出多嘞，哎，经典到，从专门家台湾专门家，经典哈，啊，从安台北，安去到高雄，因为三七点钟，啊，东方片钱啊冇几多，系经典。最多花两三万几块哈，哎，又食又戴，哎，做体验啊，看到个两千年的，两千年留下来的各种的古刹、老屋、老街，几条老街嘞，啊，像摄天展啊，啊，像台湾的中央摄影朋友啊，全部的哎，实际的实景啊，实景哎，看得到体验的多，给不给呢？啊，哎，你也清朗的。啊，老晚年，哎呀，做得强下去啊！哎，用内涵安讲，会唱歌的，客家的古书啊，客家的欣赏又搞唱歌了，哎，唱功一定要可以第二班哦，第二集的天台唱戏主持节目，哦，你要跳出来一来一好，啊，更是很易搞出来的啊，两国搞的啊，大班要紧张，三不紧张，紧张哦，安排，哎，从台湾唱到泰国去啊，唱到世界去啊，系啊，哎，你是讲，哎，你发声啊，唔系讲到台湾天天啦，哎，你爱留全世界来发声，从将台湾嘅发展客家文化嘅文明进步啦，哦，你经验经验嘛，咩超经验哈，系啊，经验话。真正的经验啊，实际上呢，出版客家歌曲啊，制作客家节目了嘅，甚至那个经验，哎，带动了嘅全世界，全世界带动有客家人的微博，尤其安尼客家主题啊，佮微博，记得个语言吼，安尼去体验过，记得八九十岁吼，青龙人沟通用讲普通话，哦，哎，安尼会少讲，哎咩？诶，黑少人讲客家话咧，但是阿姨用客家话来讲是，
见咩讲？你讲起做咩？挨头摆讲咧客家话，完全中央咧啊，当欢喜哈啊！哎，就做咧带动起了，记得咩？很向往台湾的自由民主的进步啊，进步哈！哎，台湾有行政咧客家委员会啊，已经十年了啊，因为开始时间，行政客家委员会成立时间，挨就判总统被告状。比赛踢一届，你还就踢十届。可以讲说，行政呢客家委员会就成立十年了，客家电视要成立六年了哈，有很多年。韩国呢，又有那个中央大学啊，跟客家研究院，还有台湾的客联合客家大学啊，才能苗栗的哈。所以，记得不管是安去到新加坡呀、马来西亚呀、泰国，记得都提过。因为台湾非常重视客家文化的发展，还有重视那个唔单系国外国创出版的，还有诗啊，诗嘅研究、文化嘅研究，要做一多那个书啊，著作嘅书，所以因为台湾系世界客家文化嘅发展中心啊，就系推动客家文化发展中心，也系客家影音文化中心，还有因为这个有奖。自信心，哎呀，很多年嘞，太多个开放都安去台湾来参观。其他位除了参观，像参观客家个天师，也体展，也会来到安两个参观公司，哎呀，千万人来到安那边参观，来看安去制作客家，节目制作客家个唱片，还有器件，哎呀，认识安去很多个客家个歌手，也有邀请客家歌手去到那边表演啊，所以。太显嘞，像个祭拜母亲和个发通啦，哦，也还世界恳亲大会啊，都会邀请安尼有两个传播公司嘞，啊，一个客家的歌手欣赏去个表演，啊，唔单系客家的主题，啊，还其他的东南亚，还其他各地方，坦讲各地方都有客家人咯，比如山东也有客家人，湖南也有客家人，哦，真的，河南、河北啊，通通有，各地方哈，山东啊，哦，客家人嘞，可以讲哈。分批到全世界去了哈，因为近半年，因为两个客家演讲主题哈，给旅行嘞哈，然后大家接受一团乐啊，很白哈，可能来大家来接受来接受出来，而且双方双方出来保证哈，给故乡祖先祖先哦，双祖的个祖先啦，哪个祖先啦啊，来去台湾开机。啊，已经当下了台七八台，但是呢，哈，那个会计组啊，去请那个梅人，梅人那边呢，梅人出个艳阳哈，艳阳那边前赛了，艳阳那个会计组做李春山公，也提出的讲个停工，等那个停工下来，双组出个上下的立火的工，立火的工传下来讲，双前班的客家人，前班个子孙，乡里的子孙，不得了哦，乡里包括李登辉啊，超全部都个传下来啊，那个立火的工的双组又是所谓李世民、李渊，就是陇西啊，陇西跟甘肃那边，还有迁徙过来哈，分支开业哈，像李光地啊，因为那只路啊出来啊，韩国的管个村门的门啊，啊打个门啊，那是三年的开村门哦，啊开门哦，人员的时间啊，让你看吧，将个村门的门打开了，关门的时候，人员打没有人员的时间了，啊可见到个村门的个梯。哇，你的祖先太有钱了！就讲，俺爷爱海拜爱过里，土开来家过里哈啊！你眼不卡？你眼不卡？你看个俺爷个主题个啊发展的前景，看个双行，看个金矿，看开发的样板，把料转来，把料转过来跌了就好了哈！哎，那就跌死我了。节目啦哈，啊，就抽两位哈，什么大家，欢迎大家，继续来安尼支持来捧场，安两个文化传播公司，第二位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家太赚钱太发财。
到抓条牛连起，心酸沉沉用心疼，真情半假意，真心代代走，做的全部抛到九云山。永远莫太伤心，笑爱该痴心，笑爱该浓面，笑爱动情，莫来伤心，家娘是亲生。伤心